爱奇艺云腾计划，哥哥是指活列精，于9月10日在江苏南通举行高田开机仪式。本片一改传统玛丽苏风格，将国风元素与青春校园结合在一起，讲述霸道狐妖王子与普通人类女子的甜宠唯美爱情故事，是首部国风玛丽苏电影。本片由金牌制片人视觉系导演陈卫钦执导，潘子健、吴一敏和执种五成主演。霸道狐仙爱上我不一样的国风玛丽苏影片，改编自爱奇艺文学迷糊之下妖杰爱上网小说，新颖充满浓郁的玛丽苏少女风，讲述了拥有九尾的霸道狐族王子与平凡女孩误打误撞成为欢喜冤家伪兄妹，并双双陷入爱恋的故事。该片在原有的 IP 基础上不断增厚，注入新鲜血液，用心打磨角色。金牌制作人二度指导携手主创续写浪漫，哥哥是指狐狸精由金牌制片人视觉系导演陈卫钦执导，也是陈导继处女作为美股风虐爱片《人鱼江湖》之后的全新力作。向来致力于打造浪漫唯美氛围，专攻女性向市场的陈卫钦导演，同时也是时尚杂志宅人时刻 OM 的主编，在拍摄时对服化造型尤其挑剔，力求为观众呈现出极致的视觉享受。本片主演潘子健、吴一敏和知州五成均属高颜值，可甜可盐，酥感十足的新人。主创斥资打造华丽浪漫的场景，精心设计服化道，力求让观众看到不一样的国风浪漫玛丽苏电影。唯美概念海报揭幕之初，少男少女情怀开机当日，众主创齐亮相，少男少女青春洋溢，浪漫华丽氛围出现。现场首度揭开概念海报，只见海报上纯白高冷的九尾狐狸撑起了大半天空，身着明亮黄裙的长发少女仰望狐狸，望着女孩在风中摇曳的背影，似是她深情如流水从海报中缓缓溢出，令观者不禁心中一颤，并为之感叹。